31日是周冬雨的生日，她晒出九宫格自拍照，写道：“答应你们的九宫格，来吧，欣赏一下真正的技术。”照片中，她各个神角度与小黄鸭玩偶合影，无惧镜头，丝毫没有女演员的包袱。不少粉丝见状纷纷出主意，去报个自拍培训班吧。请欣赏周冬雨的直男式自拍，真铁血直男，不加滤镜，不开美颜，将玛丽苏拍碎在地，